该不会……想在我脸上画画吧？这要给我这么多钱，我绝对不抽。你就别想了吧。哎，给我拿个苹果。哎呀，自己拿，没长手啊你？没长手啊？猪年糕，苹果。嗯，猪年糕就不用。小雪，嗯，要是最后的面试也通过了，你就要去吗？当然去了，肯定去啊！换我也去，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。哎，对了，苏年哥，你作文比我好，你有空教教我呗。嗯嗯，这就困了。你今年肯定又挺不到最后。谁说的？我肯定能坚持到十二点。苏年哥，你监督我。靠人监督算什么呀？在这打赌。赌就赌，赌什么？你要是输了，最新的柯南给我买一套。那你要是输了，就请我二十顿必胜客。你不怕吃死啊？你敢不敢吧你？赌就赌，苏年监督。啊。嗯，苏年哥你真好。小雪，你少吃点啊！你看这一晚上嘴就没停过。怎么着了？哎，阿宝，咱苏念哥，你干嘛？你该不会想在我脸上画画吧？中奖了！我不想睡钱。睡着了。我没有。你还说梦话了？你胡说八道。说请我吃饭，我不可能说。先吃小狗，倒数了。